把身边找到铁塔明尼家，抽出一张是一节。因此我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，又用大能成就。他为了叫你配得过所蒙的招，才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。他给你用大能成就完了，你才能配得过所蒙的招。这是第七，神用大能。成就，成就什么呢？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，所羡慕的良善啊，羡慕良善，你羡慕羡慕？良善。那这一切都是用什么成就的呢？用信心做成的功夫。我用信心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功夫，用信心做成的。用信心做成功夫，他用大能，你用信心就成了。他在十字架说成了，给谁成的？给信的人成了。那今天我天天在讲啊，立法都要成全成全成全，怎么成全呢？就成全在这上面。立法它主要要求人爱，但是人爱不着，也没有良善，也爱不出来。那上帝要叫接着在十字架上把耶稣的良善赐给你，要不要？要。把你定死了，把基督的爱给你了，这就是整个的圣经就说这件事。把他的命给你了，你缺少命，把命给你了。你缺少爱，他把他自己的爱在十字架上倾倒给你的。你缺少能力，他把他的能力给你的，行不行？行。你缺少，你不能自救，他成为你的救赎。你不圣洁，他成为你的圣洁。你没有丰盛，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将你们所羡慕的丰盛都赐给你了，行不行？行。你没有良善，他给你良善。你缺少什么，他是你什么。所以他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君呐、啊，他就要把他自己的给你，你得接受啊！你不接受，就算你信多少年，你都是没有用的，是不是啊？凭信心，靠着神命，在我们心里大力，就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好不好啊？就这么成就，在信上建立章程，好不好？你在信上建立章程，他用大能成就羡慕良善，你在信上建立章程。你别再越要求你，你看着要求字面意思要求，你就努力去做，就违背主的旨意。靠肉体一做就违背旨意。下面是什么？在信上建立什么？啊？在信上建立章程。不应该信就不写章程，在信上建立章程。他怎么要求你也在信上建立，就能成就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别看他要求你就吓死了你，他自诩就吓得不得了了，我达不到这个目的，你达不到对了，你达不到才好呢。上帝就是目的，写的越高，说的越高，你越达不到，达不到对了，一定成就，达不到你才产生对他才产生羡慕感，神的良善你羡慕羡慕。你若能达到你自己有良善，你还羡慕神的吗？你就不羡慕了。你要有，你还有仰望他吗？你要能自救，你还盼耶稣再来吗？你不能自救，正因为你不能自救，你盼耶稣再来。你若有荣美，你还盼望主耶稣基督将来的荣美吗？你就不盼望了。盼望从哪生出来？我没有才盼望，是不是？我没有。你家里没有钱，你就盼望有钱，是不是啊？你家里没有房子，你盼望将来盖个房子，盼望都是从没有中间产生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没有爱情，你盼望将来要有一个对象，爱你的对象，盼望从这里来的，从没有中间来的，是不是？羡慕也是从这里来的，你羡慕
羡慕羡慕良善，是要求你自己肉体里有良善吗？你肉体连良善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良善出来呢？所以不要看字面意思，他就要求我们行善。一看你字面意思要求行善，你马上就动用哪个了？所以圣经很容易就解错，就在这个时候。其实奥秘的道用最容易的信心得到，但最容易的信心最容易被忽略。神的道难就难在太容易得到了，是不是啊？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太容易忽略了。神就照着这个词里看谁能忽略，谁能得着。得着的都是在信上建立的，靠神的能力成就一切。得不着的都是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没明白心意，光看见字面的意思。你看这不这么要求吗？这不得守吗？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，都要什么？都要成全。他不想想谁成全，他也不想想谁来完成这个律法，律法的总结是谁？他不想想，就连想都不想，有的人就随便就脱口而出，就形成了今天教会这个局面。整个这个教会局面现在很难打开，这因为已经僵死了，已经僵硬了，很难打开这个局面。这个局面是好局面，是坏局面？坏局面，整个教会中间坏局面，他就把那个错误的当正确的来领悟了，他就总觉得这个他自己那原来守那老祖宗遗传那种信吧，对呀，全是苦在己身。这一次上同州的聚会的也给我很深很深的感触，因为这次聚会呢非同一般的聚会，很多的人都是从前都没听过我讲道，而且这群人呢都是那些老的工人，死守谨守的他们老的东西。早晨起必须得四点起来，四点起来干什么？晨钟祷告，守晨钟祷告，谁不守他就瞧不起谁，都得照着他们的老的规矩来守那晨钟祷告。那祷告是圣灵带领的还是我自己规定出来的？圣灵带领的。我早就说了，祷告不要规定，你自己规定时间。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想祷告就什么时候祷告，必须，为什么必须得四点？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就吃了这歌，非五点钟祷告，不非得五点，四点钟起来祷告，五点开始，四点钟起来洗刷，五点钟开始祷告，洗刷半个小时，我四点半开始祷告，祷告到五点，半个小时，紧接着下面就是什么呢？他们现在这个就是规定根本就打不过，已经是僵化了，已经是自己的人为的规定。圣经犹大书明说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圣灵里祷告不是僵化的祷告。不是人为的祷告，不是选择地点选择时间的祷告。现在选择时间的，你守这个点，你看到那个点，都是选择时间的祷告。如果谁把他这个香给他打破，他认为不敬虔，不那么祷告，不敬虔，都在人群中间祷告。那么耶稣基督教导祷告是什么呢？你祷告不要给人看，那多半祷告弄一起给人看给人听。你们祷告要祷告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看查看必然什么报答。他报答什么？他已经得了他的奖赏。他祷告应该在哪儿？人多的地方，十字路口，应该在会堂中间，这样故意给人看，给人看要得人的什么奖赏？我可能这样说的，有一些他还是理解不了的，理解不了，因为人为的这种祷告是会变成一种机械的，机械的运动啊，机械的运动就会。导致人又回归到那种无意中间回到一种人为的规定的规条中间去。毕竟这个祷告根本不是从心灵和诚实中间发出祷告，都是人为的，为了应付，有的人为了应付祷告也不管对不对，反正应付，应付完了就完事。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些人为的东西当成一种绝对的真理，是不是啊？人为的，我那个点必须那个点祷告，去了这个点的就完事儿。我必须是在一天那个点那个时辰去祷告，最后都会导致成一种什么呢？一种机械的动作，外面机械的动作，祷告来祷告进哪里了？进肉体，没在心灵里祷告。
是不是？我为了叫人看我，最终你我有没有圣灵引导？我不管圣灵引导不引导，就是反正就是靠肉体祷告出来算，反正发出声音了，听不听我不管。那点我也祷告，祷告成功与否我不管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再看提摩太前书，在信上建立章程，就在信上建立。第四节，一章四节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，在信上建立章。有多少人不在信上建立？都是凭肉体的，血肉绑臂，在信上建立章程。第四节，也不可听从荒谬不平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个是只生辩论。这无穷家谱都是旧约律法里面的，无穷的家谱，这个是只生什么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建立的章程。那么今天我在家谱中间，我都会引起什么呢？把这隔上，看提多书，提多书啊，第三章第九节，你的家谱书空谈，无穷的家谱书空谈，晓得吗？提多书三章九节。在后面啊，提多书在提摩太的后面，提摩太前书后面一翻就到提摩太前，就在提多书了。三章第九节，242页，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。在这里说家谱是不是空谈呢？把主要人物，那家谱主要是引主要人物，主要演员引出来的家谱有没有用？就业那家谱，这家谱那家谱，是不是空谈的？实体已经出来了，把主要那个主要演员那角色引出来，就是基督。基督一出来了，那些家谱其他的人是不是空谈？没有用的。像这里边说，要远避无知的辩论。什么叫无知的辩论？今天你吃这个，我喝那个；你穿这个，我穿这个，是不是无知的辩论？辩论这些干什么？有的说，那咱们今天。是不是、啊、要穿这种衣服，要穿那种衣服，这都是无知辩论，在肉体中间辩论都是无知的辩论。再看啊，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，教会中间产生纷争了，要远避这些事情，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，因律法而起的争竞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意的，分门接党的人，有的人说守律法，是不是因律法起争竞了？有的人不守律法，这就互相起争竞了。这样的人就等于被盗的人，所以要远避这些事情。分门接党的人要警戒过一两次，就要什么弃绝他。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。警戒过。现在教会中间律法分子多不多？多，这种人你要远避他，好不好？请见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，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，犯了罪，自己不明知不是，还是去做。靠律法成义是不是犯罪的？保罗说什么？我素来所拆毁的时候重新建造，就证明这人是什么犯罪的人。真就是犯罪的人，我拆你的剑是不是犯罪的？耶稣在十字架就说拆掉、拆毁、废掉、灭绝、涂抹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。啊，耶稣我上死了拆，有人去见是不是犯罪的人？这个人你要什么？要什么？拒绝他。这叫无穷的家谱，和家谱都是律法的这个时代的，没有必要的。既有引出来了，那些家谱有没有必要？哎呀，这个在先，那个在后，都没有用了。基督这个主要人物现在出现了，那些个人物，那都是配角，没有用的，对不对啊？无穷的家谱，这家谱的空谈、虚谈，和那些因律法而起的争竞，所以这种人你要躲开他们，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同伙。好，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。
马太福音第五章，好，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第19节，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。有人说他废掉中诫命中最小的条就进不进天国了，就是说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。这里边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在天国中要成为最小的，表明他能不能进去天国？进去了，只能啊。那最小在天国中要成为最小，天国里已经在天国里了，要成为最小的。任何人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，若遵守了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无论何人遵行了，并且教训人遵行，他在天国中成为最大。有的人就要为了当最大，所以要遵行。那怎么遵行才能在天国里成为最大的呢？遵行自序是遵行经义呢？是经义的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把这擦掉了啊，把这擦掉了。二班退休，到时候你们买个大的，买个好的，这个不行，这板，这板不要图一便宜，能便宜10块、20块、50块，你们都不行。买个像那个那边的，就带个大架子支，走哪就支哪，就屋里支个架子，冰箱不占地方，完了还能收起来。好，咱们看第三，律法都要成全，是不是？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怎么成全了，下面我们再看第五章第19节，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在天国成为最小，废掉呢？最小的界面中最小的一条，它在天国里称为什么？最小的。要称为最小的。成为最小，他在天国里成为最小，谁废掉了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他在天国里最小的。因为呢，我们都是最小的，因为我们都废了。按照律法来衡量，每个人都没遵行，一条都没遵行，这叫废掉中最小的一条，在天国都成为最小的。要把全律法都废掉了，那么他在天国里要怎么样？能不能进去？啊，谁废掉了？谁把权力法都废掉？那些守者废掉，那我们不守者，我们也一条都没废掉。这里边说废掉这界面中最小的一条，它都是最小的。那么要废掉全部呢，它就进不去天国了。什么样的废掉全部呢？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？你要想不废掉，不能靠自己守，对不对？基督必须成全律法，原来是靠肉体守的，现在不能靠肉体守，必须靠心灵，刻在石板上，必须进到心板上，这样的人才能守住，并且一条没废掉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，基督就是神的爱，那我接受了基督，基督住进我心里头，所有的律法我都成全了，一条我也没废掉。原来这里面说不可杀人，我没杀人呢，因为基督住进我心里，实际上强调就是杀了人，他现在用肉体杀了人，但他心灵成就了，进天国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今天呢，借着信耶稣基督，一条都没废掉，因为我把整个基督接触进来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我把律法整个都接进来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律法总结，我不是靠肉体守出来的，我是靠信心信出来的。对不对？好，往下看啊。又教训人这样做，他在天国里成为最小的。
但无论何人遵行了这诫命，又教训人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大的。遵行了诫命，谁遵行？谁遵行这诫命？好，第四点，废掉，下面是遵行。遵行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他在天国里要做王，最大的那就是做王了，是不是啊？天国里要成为最大的，总是最大的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大的，是吧？遵行最小的一条，在天国里成为最大的，连一条，这要是塞人的口，没有一个人要想遵行，要想靠肉体守，他是守不住的，不可能遵行最一条，最小的一条你都遵行，遵行不了，就堵住你的口了，一条你都遵行不了，要靠肉体一条你都遵行不了，你信不信呢？信。若有人。若有人，这个有人必须是什么人？新人，新人，灵人才能遵行属灵的律法，靠肉人去遵行属灵的律法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保罗说什么？我已经卖给罪了，靠遵行律法已经达不到主的要求了。我是属肉体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属肉体的人去遵行属灵的律法，能遵行了吗？这是遵行不了。所以这里边说。遵行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在天国是成为最大，而我们今天是把所有的用里边那个人遵行，所以在天国里成为什么大的，大到什么程度？与基督一同做王的，没废掉吧？一条都没废掉，靠肉体一条都遵行不了，靠心灵所有的条我都一点不翻，因为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了，我把基督接受进来，等于所有的规条一条没有，因为他是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嘛，这就叫成全律法，基督就这么成全律法，怎么成全？遵行，废掉，怎么是？他把成为爱人如己了，所以我现在已经遵行了所有的律法规条，因为所有的律法规条就是基督，我接受基督就能把所有的规条都成就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要与基督一同做王。拿这话从字句看，好像谁遵守了，我肉体就能进天国了。这也是告诉你，肉体进不去天国的，你根本遵循一条都遵循不了。属灵的生命，今天你没遵循一条，你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。你废了一条，成为废了一条，那立马废一条就是犯重条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是是。废一条就犯重条。按肉体分一条是犯重条，但这个里头不是讲肉体说的，是讲灵说的。他犯了一条呢，他肉体没遵行了呢，但他在天国里。这个另外一个新人在天国里，肉体没遵行了，新人在天国里。他要成为什么？最小。但今天我们要跟基督同作王，表示是大，是不是大的？耶稣说这话，若有人遵行了最小的一条，他要成为最大。我们现在把最小的、最大的都遵行。你信不信？信。怎么遵行呢？里面遵行是外面遵行，心灵遵行是肉体遵行的，心版遵行是外面肉体守住遵行的，是不是？刻在心版上，我已经遵行完了。我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什么里面，又要放在他们心上，是不是遵行了？是。这就说明遵行了，已经达到了，那他就是基督啊！基督现在住在我心里，等于律法所有的要求都刻在我哪里了？心版的，心版，不是守的，是信的，不是肉是灵，对不对？不是外面是里面的，不是墨写的是灵写的，不是死归条叫人死的字句，不是定罪的乃是称义的，我都守全了，借着信心就都守全了，对不对呀？好，再往下看。再往下看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。好，
剩余第五点是剩余文士和剩余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。说你要不胜过他的意啊，就不能进天国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守住了义，我必须不守才能胜过你，对不对？文士和法利赛人靠守律法守出来的义是谁的义？人的义。但我今天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我必须得越过他，我胜过，我的义强过他，高过他，大过他。怎么强过他？他守我不守，他靠入我靠灵，他靠行为我靠信心，他立人的义我立神的义，他显的是自己的肉体，我显的是基督，他高举的是人，我高举的是主，就能达到胜过文人和法利赛人的义。他立的是人的义，我立的是谁的义？神的义。这就能达到吗？这段经文有很多人不明白，怎么样的义才能胜过文人和法利赛人的义？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人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你以为这是一个很愚拙笨蠢笨的人能理解这段经文吗？上帝是拣选的人是愚拙的，但他把他的智慧放在那里面，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。这段经文根本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。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行天国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从哪来的义？人来的义。那么胜过他的义是谁的义？谁的义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神的义胜过人的义。我看啊，看清楚，我把这擦掉。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怎么胜过？说这些啊，第五点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怎么胜过？第一点，因用信替代什么？替代手啊。这是第一点，用信替代手，因为文士他的法利赛人用手，我必须用信。第二点，用恩典胜过什么？用恩典替代什么呢？恩典替代律法。用基督替代摩西，这是第三点啊。第四点，用心灵替代肉身。法利赛人用什么？用肉身。我用什么？用灵。法利赛人靠的是谁？摩西。我靠的是谁？法利赛人靠的是什么？我靠什么？法利赛人靠的是什么？我靠的什么？信。我靠的是信。好，第五点，用神的义替代谁呢？替代人的义。看清楚了啊，这个地方很关键，很关键。
那我的义要想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我必须得用神的义来替代谁的义呢？因为法利赛人立谁的义？人的义啊，立人的义，人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谁的义了？不服神的义，我必须这么才能胜过你。他守我不守，他靠律法我一定不靠律法，他靠摩西我一定从摩西不靠摩西的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诚意的事上，信靠这人就都得诚意了。我靠基督，他凭守我凭信，他凭律法我凭恩典，他凭我靠摩西我靠谁？靠基督。他用肉我用什么？我用灵。他是立人的义，我立谁的义？这就是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胜过的。这就等于我守了，我没守等于守，我没在律法等于在律法下，我没有靠摩西，但我靠基督了，我已经得到天上。注意看，我们看第六，用天上的，用天上来的替代哪？替代地上。用第七，用什么呢？用诚意替代什么？替代定罪。律法是不是定罪的？是啊，定罪。我如果在律法下，我一辈子被定罪，是不是啊？我用称义的替代定罪，对不对？死的替代活的，这样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。他们的义是在靠他自己血肉绑臂，他不靠神，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？产出的结果是什么？产生结果是什么？假冒伪劣产品，是不是啊？假冒伪劣产品，伪劣产品。合不合格？好，咱们今天国家要求收购一批东西，玉线，是不是啊？要求的是要无瑕疵的玉，雕刻出来的玉线，是不是啊？一个人给发一个机器，这机器这个玉到那机器里，马上自动就雕刻出来，这是合格产品。好，我用自己的手去磕，磕出来的。虽然玉是好的，刻出来都是伪劣产品，对不对？我用锤子一站都震出万里，我用锤子用什么锤敲，用站子这么敲敲敲敲，刻出来的都带什么？都带问题，都带瑕疵的。等来收购的时候，能不能给你钱？能。好，刻出一个玉件给20万，现在我刻出100个，多少万？200万，等来收购的时候，要收购这200，我全是用什么造出来的？人工造出来，人工造出来，没用机器，机器它是磨出来的，我的人工是凿出来的，我这一凿，锤子一震，把这个玉全部震出问了，要不要？伪劣产品是不是？不合格的，光滑度啊，抛光程度啊，打蜡呀都打不光的。有瑕疵的，因为是谁手造出来的？人手造出来。上帝今天要的是谁的呢？是人手造的，是神亲自造的。所以我用什么呢？用称义替代什么？定罪啊！你替没替代了？这就叫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你必不守，是吧？你必须不守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他这么做，我不这么做，对不对？他用这个方法，我不用这个方法。他是用立信主之法，我用什么呢？他用立功之法，我用什么？信主之法，必须用信才能越过他的，超过他的，好不好？他用腿跑，我不用腿跑，行不行？行。来看今天谁跑得快点，没说你今天用什么工具。
他腿跑，你坐直升机，你看谁快？哎妈！往哪跑？往我现在他马上就往哪跑了，往海南岛跑。他用哪个？用腿，用腿，跑到湛江的口那地方，就过不去了，因为有海。那我就飞直升机呢，不管海，不管有没有海，不管陆地，我都能越过。我嘟坐上直升机，一直到海南岛。他把车后边跑半天，才跑出那几公里。现在有没有靠着血肉绑臂的人呐？凭血肉绑臂的是法利赛人。你的一必要胜过他，他这个一根本不是一，因为他做出来这个一，他就以为是一，那是人的一，是假冒伪善的，是不是？神不愿让你有基督，耶稣基督定他为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过，所以今天我必须的，必须胜过他。他自己靠肉体做出来的就假冒伪善，所以耶稣说你是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过，你洗净了杯盘的什么？现在洗外面的多不多？多，净洗外面，洗净杯盘外面，里面却是污垢。修饰的坟墓，外面修饰，里面却是什么？他把天国的门堵住了，是不是？正要进去的人他也不让，他自己就进去了。他正要进去的人，他也不让。立人的义能进天国吗？不能进天国。立人的义就等于把所有的律法消除废掉了。我自己去守，能不能守住呢？一定守不住。有安息日怎么说？守住靠恩。哎。他没死了，他守不住靠恩。你守律法，你就能再靠恩，你守不住靠恩，有那事吗？你吃了分别三树，我就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。生命树就得用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把守生命的路，是不是？恐怕你再摘，顺手再摘什么果子？你要守律法，你就等死，你别去摘生命树的果子，听清楚了吗？你要立人的义，你不能立神的义，你就得等候死。死去吧，怎么死好你就怎么死吧。那群人不想活着，就想立，就想立人的义。今天这里明不明确呀？这个人现在显没显明啊？已经显明了。现在教会中间也是两极分化的时候，有的人靠手，有的靠心，有的靠立法，有的靠恩典，有靠摩西，有靠基督，有靠肉身的，有靠心灵的，还有靠人的义，有靠神的义的，有靠地上的，有靠天上的。是不是从生活里出来，用生命代替什么？用生命替代什么？替代生活。那我要问弟兄，怎么现在在生活里活着的人多不多？虽然嘴上我信耶稣，但在哪里都活着？他们要得胜生活，要过什么呢？得胜生活啊，有没有？靠什么活？靠圣活，靠得胜圣活。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吗？有没有得胜圣活？没有。那有所说的黑标题上写的，写什么呢？生活，基督徒生活守则。有吗？圣经有教导我们生活守则，还是教导我们不活呢？生活是我们活着，生命是基督活着。今天你是基督活着，是我活着，生命和生活给没给分开？分开。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和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因为生活只能活几十年，生命是永恒不变的。生活是你爹妈生留在这个肉体在地上活着，而生命却是基督给你结生命活着，能不能一样？我靠生活，靠生命。用生命替代什么？生活。凡靠过得胜生活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得胜的。他矛不矛盾？天天要靠得胜生活，矛不矛盾？早晨犯罪，早晨交头，晚上犯罪，得胜了吗？圣经要求生命吞灭死亡，生命得胜，基督来得胜，得胜吞灭死亡，用生命才能得胜。耶稣是不是在十字架上用生命得胜的？流出他的血得胜的，是不是？那今天要靠生活自己去得胜，靠生活是我自己得胜，靠生命是主在得胜。
从人里出来，用神自己来替代神吗？用神替代人，替代人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。用神的替代人的，用生命替代生活的，用称义替代定罪的，用律法替代恩典的，用信的替代守的，好不好？再用恩典替代什么？律法。用基督替代摩西，用心灵替代肉身，用神的义替代人的义，对不对？整个都是神在做，这才能得胜，胜过万事凡。天上来的义，神给的，就是因信将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这个义能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？天上的最愚拙的比地上更最聪明的还聪明，天上最软弱的比人比这个地上最强壮的还有能力，那我就得拿天上的来胜过地上的，好不好？我就得拿神的替代人的，是不是？我拿神的来胜人的，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耶稣就明确这么说的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也断不能。断是什么意思？肯定，断不能。断不能今天过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断不能的。你们若不胜过，那这个耶稣又说一句话，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，断不能今天过。这就有两个断，是不是？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这个小孩子他肯定不是行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，那小孩怎么进天国的？肯定是承受恩典，是不是？白白得的。那些大人他就不白得了，所以小孩子是胜过那些大人，用小孩胜过大人。耶稣是小孩，生下就是小孩。亚当是什么？大人。哪个胜过哪个？小孩失败了，是大人失败了，是小孩失败了。大人失败，用被生的胜过什么？被造，被造。第十年，被生的胜过被造的。被造的是什么？奴才、奴仆。被造的是不是？被造的是使用的，被生的是什么？享受的。被造的是奴仆，被生的是什么？儿子。用被生的去胜过被造的，就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文士用被造的生命去达到得胜，今天教会中间用被造的肉体去达到得胜。我这是神的殿，这也是神的殿，我用这个过得胜生活，多不多？用被造的。现在你用哪个工具？是用被造的工具，是用被生的工具？被生的。好，被生的在里边，被造的在外面。上帝只要看谁是用被生的，看你里边有没有被生的。如果你里边真有被生的，你就使用被生的。如果你里头连被生的都没有，那你只有一个被造的，那你使用哪个？你只能使用一个，就是被造的。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就一个呀，没有第二个，你用哪来被生的呢？有的连重生生命都没有，他用什么？就那个大肉块，大肉脑袋，就用那大肉脑袋，就使劲努力呀！哎，这大肉脑袋好像他有脑袋，别人没有。他脑袋，他脑袋有肉。所以他上帝提倡的是用被生的，是用被造的，靠着被造的血肉绑臂，心中就离弃耶和华，那人就不是有罪的问题，是有祸的。靠着生被生的儿子，儿子求鱼给不给？给。儿子求饼给不给？给。儿子求鸡蛋给不给？给。给。儿子求就给，什么不给？不不不给，就一张饼，一皮带水，几张饼就打发了，是不是啊？儿子有衣有食就当什么？不是那个奴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儿子呢，把家产全部给他。现在天国的家产是不是都是我们儿子生命的？是啊，是这个人是这个人的。所以要用被生的代替什么？胜过什么？被造。被造。
用儿子胜过什么？小鹿伯。第十一，用儿子用儿子胜过龙主。你是儿子的龙主，你是儿子，你就不用去守着。你要是龙主，你就守地方。儿子靠恩典，儿子靠心，儿子靠基督，儿子靠心灵，儿子靠神的意，儿子靠天上的，儿子靠什么？诚意，不是靠什么守出来的意。儿子靠生命，儿子靠神，不靠人。儿子靠什么？被生的，不是靠什么？你放下，看清楚了吗？这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你怎么胜过？有许多人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努力啊，比咱们守的还强，还高明。你守住试试看。你要依然是靠肉体去守律法，不是脱离律法，你都永远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是不是叫我脱离律法才能胜过？是。你们的衣服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是不是叫脱离？啊，咱们看啊，先看几段经文。第一段经文是看罗马书，那就看脱离对还是守对。第七章第六节，第七章第六节。找到没有？脱离对呀，还是不脱离对呀？脱离对啊！我上回我讲了这么两种祷告的方式，一种祷告是主啊，求你给我能力守住律法；还有一种祷告，主啊，你给我信心脱离律法。哪个祷告蒙越大呀？脱离啊！主啊，你叫我守住十一。还有主啊，你叫我甘心乐意的全然奉献，哪个蒙越大呢？听清楚了吗？我不跟你讲，不管是圣经经文哪个，你还不知道咋回事。来祷告，咱们现在就都祷告吧，看你怎么祷告。主啊，你给我信心脱离律法。还有主啊，你给我能力守住律法。守住对还是脱离对？脱离。脱离是遵循神旨意，是有圣经依据，还是守住有圣经的依据？好，我们看第七章第六节。第六节，当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什么？律法。现今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好服侍谁呀？服侍主，要按心灵的心样，不按遗文的什么？不按遗文了，对不对？这里边提到是脱离还是守？脱离。那我今天我照新约是照旧约？照新约。这里面记住，保罗说什么？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捆我们的律法上也是什么？死了。现今就脱离了什么？是不是脱离？这就说明脱离律法是在上帝旨意中间，不脱离律法，要靠肉身去守住律法是违背神的旨意。我要想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，必须求主给我信心脱离律法，不靠守了就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。这意是怎么来的呢？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的意。律法的总结就是谁了？基督。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了。得没得着？得着义。我是得着的义，我不是守出来的义。我得到这个义就能把谁干败，谁从我把谁干败，你信不信？我得到的义是从天上白得的，我才能打败那些靠自己肉体守出来的义，因为我得到的义大不大？谁的义？神的义。我得到一个最大天上的义给我的，我用这个天上的义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凡是靠肉体守的都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现在有没有？有。那时候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，现在有没有？有。为了证明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今天我就得守住，来证明一下。那你要证明你是基督徒，我想问一下呀，那你怎么恨我自己的生命呢？你连发现你自己的肉体连良善都没有，都没发现这件事，你怎么去脱离肉体呢？
你没发现你肉体软弱守不住律法，你怎么去脱离律法呢？啊，怎么脱离？好，我发现我自己肉体很能守住律法，我能守住。你说你能脱离吗？人要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自己肉体软弱，根本守不住律法，这是最大的发现。我信主的时候，上帝光照我，第一个发现就发现这件事，发现什么？我肉体软弱，根本就守不住律法，根本就没办法守住律法。这是最大的发现，比你发现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文明的古物还要值啊，值不值？是值啊，因为你发现考古学也不如发现了我自己肉体软弱不能行。是啊，发现考古学拿夸口，有意思。我一看电视，有的发现了考古学，这是我中国显明中国古代的文明，这是更显明中国古代的什么？不是文明，而是蠢笨，蠢不蠢笨？哪里死的东西代表文明吗？你什么最发现？发现我自己没有良善，我靠肉体不能成就，我守不住律法，这是最大的发现。发现了没？啊，有没有发现的？你相信你能不能守住？守不住，守不住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直接强调肉体，直接吃。强调肉体好行为，好行为在哪里了？强调的时候，强调不死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强调死。好，主啊，你给我信心，我不再活着，我死了。是最先生之一，还是强调主啊？你给我力量，我自己在地上好好活着，荣耀主。哪个队？啊，哪个队？求你哪个队？主啊，你给我信心，叫我跟基督同死。主啊，你给我能力，叫我好好活出基督。啊，哪个队？活出基督的举手来，给我能力活出基督来。没有人？那怎么不举手呢？给我能力活出基督的，没有举手的。主啊，你给我信心，叫我脱离我自己。我没有良善，我自己靠肉体也守不住，也不能活出基督。我要脱离自己，举手来。哪个罪呀？脱离罪，啊，律法也一样。我是脱离律法罪，还是守住律法罪？脱离律法罪。好像有的人，你看这守住律法，见人真敬虔，祷告什么，给我能力哈，守住律法。主啊，给我能力，我活出基督。是不是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毛病啊？从外观看不出毛病，我能看出来。毛病在哪里？我一下就能看出来。从外面看，主啊，给我能力，我好好活出基督，好像是真正敬畏神是敬虔的。其实敬不敬虔呢？假敬虔，假的。要靠谁活着？主啊，你在我里边活，和主啊，你给我能力，我活。哪个对？哪个对？保罗说：“活着的不再是我。”你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能力，我好好活。”你说哪个对？啊，我活着是因信神的儿，我是借着信活着的。我不能我自己活，我是借信活着的。说保罗这么说的，但今天遵行这旨意的人多不多？不多呀，都是要自己努力活呀，这个按切齿活，跺着脚的活呀，最后活两回就活出什么人了？罪人。是不是都活出罪人了？根本就没成义的，活出义的样子吗？荣耀神了吗？天天喊着主啊，我们要荣耀你呀、啊！从来没有一个人喊主啊，你要荣耀你的儿子，你儿子好使你的儿子才能荣耀你。怎么这么喊呢？那千奇百怪的，什么样喊的都有啊！一大早去祷告，祷告求什么呢？你知道求啥？说什么？主啊，给我能力守住律法呀，别犯律法，别叫我犯任意妄为的罪，是不是都这么求的？成没成功？白祷告，起了大早赶了个晚集。所以圣经的话，快跑的未必赢，力战的未必胜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快跑的跑得快的，在前头的什么他都抢先的，不一定赢。赛后的将在先，在世上什么谁跑前面谁就赢了，
在神国里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腿快的不一定赢，跑在前头的不一定得着，你信不信？将军不能因兵多而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而得救，这就是神国属灵的国度是这样的。在后的将在先，在先将在后。啊，你自己的腿快，耶和华不喜欢马的力大，不喜欢人的腿快，是不是？他不喜欢，他有的是能力，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。今天我要彰显我的能力，正好跟上帝的旨意反不反对啊？所以你的求是妄求，不能给你成就。一旦给你成就，你就坏了。像你守不住律法，神的旨意成就了在你身上，你没守住成就了。你要守住就坏了，全国里没有你了。守住对是不守住对，守住的对是守住的对。你要守住律法，立谁的义？立人的。现在要叫你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必须守不住才能立神的义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奥秘？你守住了是遵行神旨意，你要守住了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了，因为你守住了就立人的义了，就不立神的义。现在相反说，有守住的吗？没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没一个守住。你手也不过是能假冒一下，没守住在那硬装的，是不是？硬装善的，没有善硬装善的，没有义硬装义的，没有爱硬装爱的，就全在那肉体的板呐、手啊，全是你自己的，没有神的，是不是啊？神今天给我们出了这个方法，什么法呢？就是信用之法，代替立功之法，好不好？这方法好不好？接着信，来。支取谁的能力？支取谁的意？神的意，就要神的意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，不利你自己的意了。所以两种祷告，你自己来选择。什么祷告呢？主啊，你给我能力守住律法，不要我犯罪，犯任意妄为的罪。还有，主啊，你叫我脱离我自己，不要叫我靠自己的肉体膀臂守律法。你看，从。守律法这件事情，他有一个心，有一个什么？用人眼看，他有一个前进的心，有一个上进的心，要靠肉体去守住律法，不什么，不犯。而那个第二个是说，主啊，你不叫我自己活着，我自己靠守律法根本就守不住了。你要给我信心，叫我脱离律法。听清楚了吗？哪个遵行神旨意在后的？哪个是不遵行神旨意在先的？在先的妄求，在后的是求对的，求在神的旨意中间，是不是啊？清楚吗？你看这个圣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啊，很多人讲这段经文，都是要守住来圣国的。他没守住，我守。他做的不好，我做。他行为不端庄，我行为端庄，就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是不是都这么相信的？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偏行几路就引到灭亡的门了。就进到那灭亡门，历史历代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主啊，你给我能力，叫我效法约伯，完全正直，敬仰一个是敬畏耶和华。主啊，你给我信心，叫我不效法约伯，效法亚伯拉罕之信，因为亚伯拉罕之信他不是靠行为的，他是靠信心的。你看哪个好？效法约伯好啊，是效法亚伯拉罕好？圣经有没有一段经文告诉你效法约伯了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些查经文的官，你来校对一下，你到底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对啊，还是效法约伯对？啊，效法约伯的行为对，完全正确。远离恶事，敬畏耶和华，我要效法约伯。啊，有没有？教会没有吗？要没有，我就不用讲了，我就不用费事了，因为现在我看到很多人效法约伯，不效法亚伯拉罕。上帝要效法的他不效法，上帝不让守的他要守，上帝叫信的他不信，这人就是悖逆顽梗的人，根本没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，永远他也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。我讲到第五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，是不是？那你的意是不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？是的。最后我们会讲到若马太福音的最后讲的针对律法性的堵他们口的话，有古卷说或者有对古人说的话，最后我对你们说的话，这就说明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话高过古人的话，是不是啊？高不高过？高过了。为什么高过？
就是硬把你堵住，叫你达不到，叫你行不了义。你不行义了，你就行义了；你行义了，你就不行义了。这句话你能不能听懂？你不行义了就能行义，你要行义了就不能行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行义了，主要把义加给你，就是行义的人。因为你要行义了，主就不把义加给你，你人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，神就不把义加给你，就不行义了。你没有神的义，你怎么能行义呢？对不对？你靠手怎么能成为义呢？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成义的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你要靠手不就失败了吗？所以你守不住，对了，神的目的达到了，守不住达到了，你要守住，神的目的就失败了。那么今天守没守住？没守住，没守住，神的旨意成没成就？守不住者，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了；守住者，也真守住者，神的旨意却在他身上没成就。但没有一个守住，都是假冒伪善出来的，是不是都装出来的？凡是靠律法的，上回我上海，上那个那个叫河南的那个，他们把我骗去了。河南那叫什么地方？威县，把我骗去了。中鹰岛。你看看那威县的时候，我一听到，当时我就跟他说，那天怪呢，那车就不顺了，他一会儿告这个，一会儿告那，一会儿告这个，就这个地点就不告诉不行，非得下那大巴车的时候，从那脚上拿个吉他，啪嗒掉，吉他啪嗒摔的，摔在地上，吉他后边那个漆都摔掉了。当时把他摔到那个地方的好上好半天，我在上头了，我看到这就从那点下一点都不顺。到那地方没错，都晚上黑夜，都晚上都什么时候了，我们才到。到那地方我就当时我在家里我就说，猪领道，猪领道，你说要猪要领道哪领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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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印象，这你那叫猪领道。我说那猪领道呀，你说往哪里领啊？猪进院往哪里去进呢？往那猪往那个细泥，往那个烂泥里头进，是不是啊？说猪洗净了，猪再到那泥里去滚去，他就喜欢那细泥。你搁那滚下去感觉舒服。这猪要领道往哪里领啊？往坑里领，往哪坑里？往那细泥坑里领，就猪领道了。你说还能好吗？弄一个人弄跟我们辩论，简直就不是人。那个人那是魂不讲理那伙呀。就说我说的来，你说守遵守律法的就是不遵行神旨意的，你是这段经文在哪里的？就问我这段经文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告诉我那个遵行律法就是遵行神旨意的，这段经文在哪里的？守律法是遵行神旨意吗？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想守住律法，遵行神旨意，这是遵行神旨意吗？不是，脱离律法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？是。他们否定三一神，没有三一神，哪来三一神？圣经根本就没三一神，是直接否定。耶稣基督不是神，他是人，被神拣选了，他是人。圣灵不是神。哎呀，我说是圣灵住在我心里，就是基督住在你心里头，是不是？从圣灵生和从神生不一样。我给他讲，我给他解释，希伯来书说，论到子却说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，这不是神是啥？我给他讲这，他都不说。我说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中显现，他都不承认。他把那神在肉身中显现。就是大在镜前的奥秘，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，那神变成什么了？他在肉身中显现，他给改一下。我说哪说的？希腊文原文说的。我说希腊文你懂不？我不懂了，我不懂，别人懂。我说你给我念一段这希腊文，不用念希腊文，念英文就行，念一段，念不出来。我说你纯是被撒旦迷惑的。他说神，耶稣基督不是神，圣灵不是神，从圣灵生和从神生一不一样？一样一样。从真道生，道就是神，从真道生的耶稣就是道，太有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我跟他解释好多的经文，我一找以赛亚书，是吧？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也不承认的，他也不对。看你想不想原文不是那么说的，今天用原
来文呢。他一想这个圣经的话不合乎他的理性了，他想方设法改圣经，不改他自己。有这个脑袋，你用锤子给他砸死，给他砸烂。神的话就像大锤一样，把他的脑袋给他砸烂。你这人气不气人？他就应着那个景象，那个路上在那电脑一放，你放，你看看那个人，你那看得了吗？动不动兰花指就出现。我说你别兰花指，你那兰花指拿出去，拿回去我受不了那个兰花指。行，我不来我吃。你说人能受得了吗？你要是女的弄个兰花指还将就点，将八火的我将就能接受了。那个男的弄个兰花指，你说大手指那么老粗还兰花指？谁能受得了？那是交通吗？本身就是要求我们骗，把我骗到那地方干什么去了？弄几个人围攻我，就是叫我们接受他的错误的道路。不一传统一样，那是个错误的道理。你说把圣灵给保定了，把耶稣给保定了，那神就是一个，哪有三个位格？我跟查哥林多前书二十那个十二章的里边说，圣灵是一位，神是一位，主是一位，他都不听了，傻不傻呀？我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，你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我问他你我们是啥意思，他都不说。我说这你还懂希腊文呢？你中文都没搞明白，还懂希腊文？拿一个圣经，就是光新约的，是哪个翻译说？天主教翻译说，拿给我们看，后面写天主怎么说？我说你是不是信天主教啊？你这不是基督教的，故意拿那个，他是一种异端，就发明出一种异端，就是否定耶稣，否定耶稣。我说。耶和华在那个撒迦利亚书说，将来耶和华必带着他的圣者同来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说，三光退缩之后了，耶和华必同他的圣者同来。在旧约说耶和华，我说耶稣就是耶和华。我就查了，耶和华使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降于索多玛俄摩拉。耶和华使天上这个耶和华，地上的耶和华就是指耶和华，天上指是不是？那个一体是人，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教会就是属基督的，对不对？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。那么今天亚当是头，那夏娃就是身体。他俩二人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就是神自己的形象。二人成为一体了，耶稣基督离开天父，跟教会联合，是不是一体啊？是的。那神又是基督的头，基督和天父是不是一体的？是的。他就是一体的，你不能否定啊。人有神的形象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这是个影子。基督和教会联合是实体，那么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和天父联合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俩是又是一体呀、啊，这是奥秘呀、啊，你不能说他不是一体呀、啊。有的人根本连三一神都没明白，啥都没明白，就上面就随便讲。我说这就是朱领刀呗。我说你叫朱领刀，我不叫朱领刀。我说谁叫朱领刀？这家的主人叫朱领刀。我猪领刀，猪我哪领刀？猪能领刀吗？现在猪领刀的人太多了，是不是猪？是不是猪领刀？现在猪领刀的太多了，净猪领刀，全把教会就领到那猪窝里去了，根本没领到正地方，简直那教会混乱就是因为猪领刀领的。好，咱们一会儿闭目祷告。亲爱的天父救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引导我们一同来分享你的话，因为你将耶稣基督山上的宝训教训我们，你在天山上曾经跟我们说了许多的话语，也跟那些在律法下的人说了许多话语，我们的意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义，我们的意义和文士法利赛人的意义绝对不一样。今天那些靠律法成义的人就是违背律法者，那些靠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义的，就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是遵行律法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爱我们，你使这样的话语赐给了我们，使我们今天从小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来认识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
因为你爱我们，没有丢弃我们为孤儿，使我们这群渺小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荣耀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神的义。你用给我们的义来荣耀主你的圣名，不是我们自己荣耀神，乃是你自己的名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来帮助这里的教会，使这里的教会蓬勃的发展，在你真道上站立稳，站立得住，带领这两两天的聚会，但愿弟兄姊妹的心灵得蒙主你的保守，但愿你的道被我们存在心里，使我们在你的道上扎根，不偏离主你的道，使我们坚守你所赐给我们的道。愿感恩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父神。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